好，朱丹，我考你一个问题。好，在人类使用的这么多能源当中，随处可见的、最为普及的、经常被我们提到的、此时此刻在我们现场就充满着的是什么能量？能量，我们时时刻刻能感受到，此时此刻对还有电吗？因为现在突然间加亮了。太聪明了，实际上就是电能。电能，电能，在我们生活当中，这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对，包括我们用的电池、话筒，时刻你都在被这种能量在包围着。但是电能有的时候也会带来危险。当然，触电的事情经常发生。用电不当可能会导致人身的伤亡、财产的损失。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点，用电不当，比如说手机充电的过程中引发爆炸，很多。听过这样的事儿吧？有。包括像家里的这个电插头，出门之前没有拔下来，结果遭遇到雷暴天气，对，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等等。用得好，造福人类；用得不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危险。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下一个实验题，就从电的能量的实验开始。首先，在你面前，四个手机。大家请看，在这个台子上面摆着四部手机，中间留出大概20公分见方的这么一个小的区域。你不会告诉我说把玉米粒放在这儿？把玉米粒放到中间，然后它会变成爆米花。稍后我会让人接通这四部电话。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看会产生什么。开始，开始，开始，往后一点，两个电话接通，三个电话接通。我现在至少四个电话接通。你看看着火，还有一部电话，哇，又一个，哇，哇，哇，挂断，王迅，你来，别来来啊，怎么了？别，不，现在没问题了，啥好事啊？你觉得好事？您拿一个那个白色的，我请你吃爆米花。白色的已经膨胀过的，拿出来一颗。哎呦喂！好，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啊，其实实验的奥妙在于，在这个桌面下面，我们放了一台微波炉。微波炉。不可能！真的吗？哦。我们吓坏了！哇，难怪呢，真是。手机确实有辐射，但是没有这么吓人。我们故弄玄虚的弄了几个手机，然后还要摆成一定角度，其实它摆什么角度都无所谓。四部手机，你再放40部上来，它也不会变成爆米花。我承认，也许我本人有的时候开玩笑，但是接下来这两位。他们是不会跟你开玩笑的，因为他们是很严肃、很专业、很认真的。来，掌声送给我们的这两位消防员，欢迎你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经常看到的一个日用品——电蚊拍，它的这个电的能量到底能做什么？两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吗？来，你们两位请戴上护目镜。他是用一把这个螺丝刀，一喷就着。看你们，这个电火花是一喷就着。哇，好了好了，已经非常非常震撼了。我们可以发现，电蚊拍产生的电量和金属接触以后打出的火花是完全可以引燃这种易燃易爆物品。对，所以非常的危险。这就已经很吓人了吧？嗯，来，请移步到这边，这位模特。嗯，这一个实验是有危险性的。这个静电球产生的电压大概是多少？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几万。几万伏？对，高压情况下边呢，它会达到十几万。十几万伏，非常危险的一个静电球边上的。这个静电球，我们其实小的时候在科技馆，好多人都玩过。
它的原理就是你要站在一个绝缘的物体上，对，然后双手放在静电球上，我们通电之后，你的人体带上静电的电荷以后，会产生一些物理的现象。对对对。但是一定注意，万一如果中途你松开了手，不能再放上去，明白吗？不能再次触碰。如果你松开了手，就彻底松开，不要再往回放了。我们的安全距离是多少？一米以外。一米以外，就现在已经够了吗？可以。可以了，一定要记住，一旦手拿开了，不要再放回去。三、二、一，放上。好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现在你已经开始充电了，已经50%了，继续充电。我可以看他的眼神，我知道大概现在电量。已经过去，哎，他头发已经开始卷起来了，哎，卷起来，立起来了，有，立起来了，有，哇。就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你没有不舒服吧？痒痒的，不要动，现在千万不要动，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别吓唬他。手心不要出汗，手心不要出汗。大家有没有见过颜值这么高的金毛狮王？黑毛狮王。哇塞！哇！很美。手别动啊！手心不要出汗，手心不要出汗。哇！大家有没有见过颜值这么高的金毛狮王？这会儿眼睫毛应该也都立起来了吧？我近距离看一下啊！我近距离看一下啊！近距离看一下啊！哎，眼睫毛明显长。你不能靠近他。王迅老师，都说了一米之内不能靠近，你俩到时候真的是……哎呀！我这汗毛都立起来了，可以慢慢放电了。哎呀，吓死人了！你干嘛去啊？你干嘛去啊？拿麦克风。怎么了？哎，那个别离球拍机。一米远。哎呦我。他没被电死，我心脏病犯了，吓死了！你不怕？这汗出的，没事没事没事。哎，发型还特别好。对，又恢复美美的样子了。还行吗？电已经放掉了。整个给你头发做了一个美容，已经 OK 了是吗？好的，谢谢。太吓人了，吓死了！真的。什么感觉？刚才？其实我回忆一下，我觉得刚才的那个痒，其实就只是头发根立起来的那个感觉。其实不要假装回忆了，你肯定都已经电失忆了。现在回忆啥呀？好，三位可以回到你们的答题台。好，我们的先导实验已经结束，接下来这道题就跟我们刚才的三个实验有关。究竟哪一种放电的形式，它的能量最强？我们连线一下目前在场外的张腾岳。腾岳，你好。嗯，好。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加油向未来》，我们现在带着摄制组呢，已经来到了摄制基地。在我们背后有一个很奇特的装置，这个装置呢是有一根长长的铜制导线伸向远方，在那里有一个您从电影电视里看到的爆炸装置啊。但是我们用什么来完成这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呢？大家可以看看，这里有几样东西。首先呢，这是一部手机。哎，手机啊，打电话的时候没准就会有电火花，这个电火花能不能通过我们这长长的导线最终触发爆炸呢？第二个选项是什么呢？电蚊拍，是不是真带电呢？我们来试试。但这个会有明火，我觉得不太可能。好，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其实准确的说呢，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或者说有的时候能看见，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静电。好的，现在问题来了，手机、电蚊拍以及静电，到底哪一个能够引发一场爆炸？怎么样，四位，听明白题了吗？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同样，老规矩，一分钟，一分钟，你们可以商量，一分钟之后给出答案。计时开始。我觉得应该像是电蚊拍，静电呢，它没有一个正负极，对吧？所以它不可能产生这个火花。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作为
电磁的那个，它会在这产生能量的。请提交答案。一个 B， 一个 C， 为什么？请告诉我简要理由。我来这么讲啊，如果是 A 的话呢，手机是一个民用品。你觉得苍蝇拍是军用品吗？不，但是功能不一样，一个是连接别的事情，一个是呢是打死虫子，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武器。你刚刚不是这么跟我聊的？是这样子的，他也是现想的。两个人之间不匹配。苍蝇拍呢，它那个摁的时候打到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正负极，会有火花，有明火。不可能有明火，有明火太吓人了。所以我其实对苍蝇拍我是有疑义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剧组拍戏的时候，整个的这个现在的引爆它都不像过去了，都是叫电子炮。嗯。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静电就能引爆的。那么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来，我们再一次连线场外的张腾岳。腾岳，你还在吗？首先我们就要来试这部手机。为什么这个手机当有电话进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发电火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让小撒啊来打电话。小撒，听得见我吗？我听得见，我正在给你播。啊，小撒，我跟你说现在的状况啊，我们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场呢已经全副武装，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尤其是我的。现在，小撒，你打电话啊，你打完电话你就好好听那声轰隆巨响吧。啊，我只想说一句话，我看到你这个现在这个样子，我想起“兵败如山倒”几个字。你打吧，打通了。哎，有嘞！响了，但是没炸。这说明什么？说明手机这个答案是不对的。那么会不会是电蚊拍呢？咱们再来试一下。电蚊拍，哇哇哇！来，哇，这个我们来准备啊。明火，我觉得不太可能。这回真没地儿可躲了。看看啊，朱丹，按照他的排序，我觉得就悬。你也看到了，没炸，电蚊拍也不行，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你看，就是静电。静电真的可以引发一场爆炸吗？我们节目可从来没有说过三个答案里面必然有一个是真的啊。少来，腾岳啊，你被电过多少次，脸色都这样了？我们来试一下。感到一股热浪冲过来了，我当时一念头，哇，成功啊！啊，这又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技能。其实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就是平常生活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恰恰在剧组，我们经历了很多爆破戏，我很清楚，不可能有明火，不可能，它不是去点，不是去靠明火去点，它不是的。太精彩了，太不科学了。好了，经过实验，答案已经揭晓，我们恭喜未来队。
梦中你能别再看着人家了，你不应该好好检讨一下吗？不科学、啊、上场人你怎么跟我说的？我说我们一定会赢的。他告诉我负责美貌就好了，他来负责智慧的。他负责啥智慧啊？苍蝇拍在他看来都是武器了，他负责啥智慧、啊、楚涵，大家肯定会好奇究竟是什么东西点燃的这个装置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高电压的电火花。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已经看到人体静电的威力。在加油站，人体静电远远比手机辐射更加危险。每年因为静电而导致的加油站火灾事故数不胜数。在加油站两个加油枪中间画有一个手型标志的红色按钮，这就是除静电装置。自己加油的朋友们注意了，在用加油枪加油之前，我们一定要将手先放在除静电装置上，除去身上的静电，再进行加油。这样做可以大大降低危险事故的发生。所以在一个加油站或者是充满了煤气的房间里，你要是脱衣服也好，或者打开电灯泡也好，那一瞬间那个电火花真的会引发巨大的爆炸。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小看了静电产生的危害。谢谢加油队，现在真的到了你们该加油了。对，要加油了，要加油。朱丹加油，孟柱加油，耶、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下一道20分实验题。